新的厨房，新的环境，今天那个再做一个椒盐小河虾，香辣酥脆，大排档很受欢迎的一道下酒菜。几个少油下小河虾，第一步先把河虾炸熟，再捞起，油温升到六成，再慢慢的把它炸酥，炸酥后河吃起来很香脆，注意全程用小火慢炸，才能保证入汁的口感，炸到全部浮起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捞出备用，锅不加油，下小河虾，用小火把它煸炒一下，再加盐、味精、花椒面、海椒面，翻炒均匀，安逸得很嘛。起锅装盘，这道超级下酒菜椒盐小河虾就给大家做好了，外壳酥脆，肉质鲜香，香酥焦脆又解馋，吃下去满口留香，一定要告一下。明天你想叉子，记得告诉我，我来给你做。